哟，今天一点底色都没有，看谁的八字硬了。八字，我没有怕过谁的，我这个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还是不让？我让了，你到时候放手啊！你吓死我了，大哥，赶紧给我包一下。呀，这么大个伤口啊！再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就好了啊。矫情。什么是什么？有肉，有肉，有肉！炸呀！果然有肉啊，还是苦的。你八字命苦啊你。我喜欢吃。他八字不行，少一点。接下来我们俩比一比。帝王气，帝王气！哟，挑个眉啊，绿油的，是你的八字啊！你信不信？再说你有炫光之灾。我都说我八字硬了，你还不信？看我的！咚咚咚咚！哎，没想到这么惨，就是个海鲜。它真香，哎呀，嗯，上不去。哎，算了吧，再等等。忙活喽！哟，今天有提示了，考智商啊？嗯，难道是炒饭？太不对，适合泡着吃。快选啊，看我干什么？这是你的风格。就你喜欢偷着吃，适合切片吃。嗯，这个我心里有数了。不就是牛排啊，三文鱼啊，蓝鳍金枪鱼嘛。大富大富大炸！这个叫切片子啊，这你们就泡水吃。这个不切片，一整个你吃得下吗你？有人来了切这片，我就吃下了。今天这个有点深奥，我看不懂。大胖你来吧。哼，前面表哥说这个偷偷吃适合我，真的是，你试一下。有大货，大货，大货！哎呀妈呀，这都有烧鸡呀、啊！果然就是你，这个人偷鸡摸狗的事情。做贼要做脏，做奸要做双，别乱讲。哎呀，可惜了这么好的鸡！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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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是啥？猪皮冻，怪不得要明天吃。啊，真香、嗯！猪皮冻而已嘛，用得这么帅吗？有人。原先我与我生气。问智商，你表哥谢谢，没毛病。就你那智商，啊、我早就看出来喽。啊，你俩呀。我才不学嘞，你先学。这个海鲜，它有这个海带嘛？这个乌龟，又是拿香菇来糊弄。这个鱼头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红烧的吧？红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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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烧。搞得这么干净，肉嘞？看我干什么？我也不喜欢吃鱼。哈哈，我就知道你智商不行吧。海鲜都不行，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走你，海鲜，海鲜，海鲜！哈哈，果然是海鲜呐！这个牛瘦如柴，它是没什么肉吧？这个虾
一看就是假的嘛，这个像吗？一看就是真的嘛。嘿嘿，小暴龙啊，怎么是虾头？不可能，肉肉肉肉肉嘞！一个人，这你不咋记性。你个水鬼，我选这个牛。这牛又是我家的，牛牛牛牛呀，这个是牛猪呀。他真香。那我没得水了，来表哥拿出碗。夏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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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了？比我还惨，越想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你温手气。嗯，他的表哥先来啊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再给你们一句，我没看啊，又想还我一下子吧。这个湖南特色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肯定是辣椒嘛。但是嘞，这个贵州美食，我还想尝尝贵州美食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小芳，这你的美食必须吃完才好吃。哎，一个人，一看这好东西嘛，这都不选。哈哈，鱿鱼鱿鱼，哇，桌子还在看表面，恨死你吧。那我就选这个吧，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，哇，原来真的是辣椒呀，我猜对了。有人原先我越生气。今天我先选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我有一点点意见。一点点意见，我问你，这个螺屁股都没切，怕是没入味吧？这一撮毛又想用虾腿来糊弄我吧？这么多钱，这个季节的小龙虾肥哦。有道理，就选这个。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，这你不得给我一个交代。有人。我俩谁先选？肯定我先选嘛。当然先选。拿了吧你。这是个啥？嗯，小花子。一般般啦，看我的螺螺螺，哈哈，原来肉都在下面哦。